后退一点才看得到我们，这样子全部的人一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猜，不要，我被卡了，没关系啦，大的我坐下来就不会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猜哥哥用零用钱买的玩具，我也跟着一起买了一只，是七龙珠的，对，不是 V， 也不是 G。 好，给哥哥猜，东东一起好不好？东东跟哥哥一起。哇哇哇！来，我们给相机拍一下。克林小时候的，还没长大的，好可爱哦。然后这开法很奇特哦，是这样子开的。哇！那这个东东呢？如意棒在后面。如意棒不能背，是要拿的。东东把它折一折。只是因为这样拿太长了，所以他先把它放在后面。好。这个给相机拍一下，这个是悟空，一只250吧，然后两只350，对，原本两只要500分开买的话，对，所以我们一次买了两只，这只是彤彤的，这只是爸爸的，好了，我们帮你开，来，这给你，你先看你的克林。油油的吗？那你拿卫生纸擦一下。它可能摆太久了，那个是这种软胶玩具，摆太久了可能就会出油。哎，这么小心！哈哈哈哈，好了。看一下。好了吗？这种软胶玩具啊。摆久了之后就会有那种出油的现象。七龙珠小时候的版本它已经出很久了，所以这种可能没有办法避免，我们把它擦一擦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如果它的油是在它的头上会变成怎样？亮亮的光头。好，那坐完，你坐，哥哥再擦那个亮亮的。相机拍不拍得出来我不知道，欸，看一下这边啦，手背这边有点亮亮的，对，就证明这个是真的摆很久了。因为悟空小时候的动画，出这个玩具的这个年代是悟空小时候动画的。我帮你开。好，你帮我开，来。悟空有出油吗？悟空也出油了。猜一下，猜一下。一样是手跟脚，都是手跟脚的。嗯，这没有办法啊，像软胶玩具的通病，就是它如果摆太久了。就会，啊，不行，你看神龙，就会有出油的现象。这壳子可以保留哎，你看有神龙。对啊，像这种，这个是小时候的悟空，距离现在至少有30年有了吧，够不够久？对，所以出油的现象应该是没办法避免。再拿出油的。我刚刚有擦过了，我刚刚擦过了。还是会油油的吧？嗯，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。给哥哥，这是哥哥的。啊，这个借哥，借你。不会帮有油吗？不会。我是拿饺子来跟客人玩。好啊。来，东东，这可以拿，还有如意棒可以拿，会不会断呢，啊？来，爸爸给悟空拿一下，好可爱哟，哦。这样子。拿客人一个饺子。是矮子，能穿过滤赛来算你不错。兔子，什么？你自己还不行，兔子。我有一根头发，换给爸爸吗？有一根头发还不如没有，你羡慕吗？啊！可恶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悟空，你看那个家伙。上一次彤彤生日的时候啊，我送他的是可动人偶，然后我们这一次买的是软胶人偶。软胶人偶，给相机看一下，这是克林，头可以微微的动。还有一只悟空，好可爱啊！悟空在这里啊，对，还有一只悟空，对对，你去拿过来，你去拿过来，它也是软胶的，没尾巴的，对，没尾巴的。好，我转这边，相机也可以看到东东，给你，怎么样？对，对，这个也是软胶的，大头的，长得很像，对，长得很像，是没尾巴。啊，我这一次买的是有尾巴的，而且颜色有点浅，这个颜色偏浅。
哎，对，这个比较道服比较橘，这个比较红，这个感觉摆比较久，这个比较没有摆那么久，或者是摆的环境也有关系啊。如果有被晒到太阳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有出油的现象，就没有办法。那我们软胶玩具这，我们现在总共有了四只。谢谢。哦，好。这个不是软胶，这个硬的吧？这也是软的，你看它肚子已经捏得下去了。这个好像比较硬，那都这都算软胶玩具啦。哦，你给相机拍一下我们目前的软胶玩具。哎，这个是爸爸的，今天买的悟空。对。然后有尾巴的，然后这个是没尾巴的悟空。啊，看屁股。这个是有尾巴的。啊，这个是没尾巴的。对。啊，有尾巴的还附一个如意棒。对。不一样，很长哎、欸，好长哦、喔。然后饺子。饺子，来。饺子，安静看一下饺子。然后东东手上的克林。东东手上有一个克林，这个给你看亮光头，然后给大家看，给他看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克林，嗯，好可爱的动作，嗯，升级版，升级版这样子，克林，爸，还有爸爸，我来帮你装，还有彤彤，还有东东，我来帮你装，我目前就收集了这四个软胶玩具的。缺点就是它可能动作没有那么灵活，就是姿势不能够变来变去的。可是优点就是比较不容易坏掉，很适合给小朋友拿在手上把玩。哇，好厉害！给相机拍一下，很帅耶，很可爱又帅耶。好长哦。对啊。嗯。对，东东的手上也是悟空。只是它没有如意棒，也没有尾巴。对。好棒。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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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哦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，它的这个纸壳后面就是写这一系列总共有两只，全两种，我们就一次买了两种。好，用找的直接拿500的。好，我再找钱给你。彤彤用零用钱买，我等一下找给你。好，彤彤出零用钱买的克林，然后我们看它的纸壳背后，它总共有两种，这个可以给你看。对，总共有两种，就是我们这次一次把它全部买回来的。克林跟悟空，这个都已经绝版很久了，所以都出油了。这个系列叫什么 ？DX 什么什么什么的。哆啦公布鲁。对，哆啦公布鲁，彤彤都知道。好，自己拿一人拿一个拜拜好了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喽。拜拜。克林。大家。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喽。拜拜，东东拜拜，东东没有看这里耶。东东，你想要这个吗？那拿给你，拿这个。拜拜。好，这个给你。好。你看悟空拜拜，悟空的手会举高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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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东有看到，东东在这里啊，拜拜。东东在哪里？拜拜。拜拜。克林也来，克林跟悟空一起。好，欸，他们两个很搭哎。拜拜，好，330块要记得哦。好，然后我先把我的这些都收好。好，哇，箱子裂了。对，减少垃圾体积啊，很好啊。抬一抬。你也来一起抬啊！你看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一起来吧。我想说把乐趣给你们享受啊。其实你根本就不想抬吧。小朋友不是觉得抬这个很好玩吗？不觉得，刚刚抬的都笑呵呵的。